我们来做什么？来钓哥哥。对，下课钟声响了，你有听到吗？就表示哥哥快要出来了。等一下哥哥出来一样，东东看到他，赶快跑过去抱他。那是哥哥吗？不是。可以的，哥哥。要扶桶。不要扶桶床啊。是哥哥吗？不是吗？夜吧。不是。是哥哥吗？是哥哥吗？不是。这是哥哥吗？哥哥，谁来了？哥哥让妈妈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接到了吗？接到哥哥了吗？爸爸要抱哥哥。帮你们抱哥哥。爸爸没有，他刚有抱。好，要不要亲哥哥？爸爸不要妈妈。不用亲啊，不用强迫他。不用强迫亲。爸爸不要妈妈。好，我先去拿饮料，我要买。